人体拼字游戏规则，场上分为两队，黄子韬、张一山、李维嘉、谭松韵一队，何老师、Angelababy、井柏然、吴倩、杜海涛一队，每队在规定时间内用身体拼出更多的字，并且被成功猜出的队伍获胜。一起来猜猜看吧。就是其实汉字的奥妙，汉字的艺术其实真的很深。但是呢，我们现在很多人都习惯用打字的，或者说习惯的去看图形，好像忽略了我们汉字的精妙。所以呢，通过这个游戏，也希望大家可以回归汉字之美，平时也可以写写字儿，有机会多写写字，好不好？人体拼字游戏。看第一个字，好，韩松韵加油，抓紧时间，哎，一共时间多少？计时开始，五分钟，第一个字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太容易，容易，真容易，我是头，我在这儿，好，大家不能讲哦，这是什么鬼？身体的翻译，你翻一点，这样，对。这是一横，玉哎，嘉哥，你跟张一山是个 K， 是个 K， 你们俩这是什么字儿？对呀，一横一个 K， 是这样的。我可以帮忙吗？你得弯一点。你这样，你卡住维嘉的身子，弯一点，你弯一点，你弯一点，一横，弯一点。不对，怎么横横横竖？直一点，帽子给我。折住，你折住身体，折起来，折住。什么字？这是 W 吗？能不能行？哎，对，维嘉给个钟，哎，对，好，哎，这回对了，这个是个七字一个 L， 那是什么？你这是什么呀？维嘉，你的头在我黄子韬的，是这样，很简单，那个涛，黄子韬那是一个横，一横这样下来，然后他这两，哎，我知道，什么字？飞，对，下一题，来下一个，好，反应那么慢呢？够快了。哎，你这竖着，哎，这也太难了。那这样横着，对，我当那点儿吧。啊，我当那个点儿吧。好，快点，你们动作太慢了。我先这个吧，我先这个。啊，先摆一个。你弄的最高的。先把基本做好。哎，先摆。哎，这样。先摆这个木字，先摆这个木字。这个是个，好，正确。木字，你刚才说是什么？什么字？你刚才说是什么？木加一个米是什么字？对，哎呀，哇，这个，妈呀，啊，快，张一山一个人就能拼出来，快，这样，那谁来主控一下呢？咱俩一样吧？哎，不对，这样，你看，对，哎。是我们俩一样，然后你做，这是一个，哎呦，这个不好弄了。手机说什么？什么字？这样的，对啊，哎，哇，怎么看出来的？我们自己都没有拼明白。哎呀，这怎么办啊？这样，我们先把那个上面的那个搞出来，再说下面那个。上下结构啊？对，你调过来，这样搞，哎。上面你在听张一山的，哎，这是高，这么高，哎，这是一个日子，上手了，这对，下面那哎，这不是日，他们手是交叉的，我要出去了，我得顶他屁股，哎，一个口加一个叉，在这里，田，田下面是什么？下面一个木，不对，大，田。是大吗？我腿都快折了，姐。你别管他那个下面，你别管中间那个身子，是这个，借什么？借，对了，哎，哎呀，下一个，来那个，我来那个，我来右边那个，怎么？可以，这是北京摊。不是这个，你看这一个不熟，这个不熟，就出来张一山我吗？对，很像啊。然后对，涛，这是啥？啊，对，好，现在看到没有？这是什么？这是一横，然后嘉哥打直一点，大家火，其实很像的。这是一个对，这是什么字？嘉哥。它是直的还是弯的？直的，它是直的。直的。你在问什么呢？嘉哥是木。啊，直的啊，火一横。这么直。下边一个这
看这下面是个什么字？你再动动脑子。横竖撇捺。抱着他的头。下面下面是个人。这是一笔。对，这是一笔。这是一笔啊！我要崩溃了，完了！维嘉，你把腿弯起来，它有立体感。你把腿不是这样，我脖子快断了，哥，这样弯起来。嘉哥，这样，好，看，这样子，这样。我转一遍。火字一个天，不对，不是天，这样。我哪样？这样。我是这样是吗？这样是吗？坦哥，我快累死了。哎呀，我快弯死了。弯。万不是万，过了啊，能过是烦啊，下一个，好成功啊你，张一山，你在那个环节好会摆偏旁啊，啊我知道你这个是不是那个，没办法下一个一字马，哎你在断啊，七十，好对，这样，手摊开，对，坐起来。把手伸直，这样起来，因为它有个立体的，你这摆来摆去，它有个立体的嘛。维嘉，你跟他一样，维嘉，你跟那个谁一样，你跟涛一样，对，不是，面对面，对，把手伸直，对，腿并拢，两个人，腿并拢，哎呀，可以啊，插进去，对，好，来坐直一点，完美的合体，好，哎呀，我看一下。对，这边呢？它扭成什么了？扭成一个绞丝旁。那叫什么字？绞丝旁加一个。一个绞丝旁一个弓是什么字？绞丝。你们微微一笑，很倾城。这部电影会火，票房长红。好，下一个。不玩了，累了。我想看那个张一山摆个这个。可以的，来张一山，你摆那个偏旁来。你就做这个，你摆这个，我是摆穿过去的那个。张一山，你好独立啊！哎，你们俩就摆一这个，他怎么摆那么多呀？有没有？有没有一点良心？张一山，你这样，你坐起来，你想想立体的，你用这个腿，对，这样。这是一个。你看你自己看。哦，这是一个。完了。一点。这个知道吗？先知道这个吗？我做那个点，你就做那个点，我这个这些我怎么搞的？可以的，你先知道这个吗？不知道。这是一个偏旁，我知道这个偏旁。什么偏旁？下面是个叉叉吗？我是个点儿，这个点儿我知道。它是个点儿。它是个什么？什么？一个女。哎。女。这里一个点啊，然后你来完成下面的。那我。嘉哥，哎，张一山，你可以去帮他，我知道你是一个女的。我怎么办呢？我该怎么办呢？扭过来，身体往这边扭。来，他这边女字已经 OK 了，你去帮嘉哥那后下面的那个。这样不行。点下面的。我不太相信三个人。你看啊，哥，这个整个人空掉。我这个是这个啊，勾。你现在看是一竖，你看，哎，竖钩。哎，对。反了，那边。是这边吗？不是，要靠这边。有这个字吗？咱放弃吧。对。然后我呢？耶，我还有手啊。竖钩。是啊。女。那然后我是应该。你搞的那个吧。我搞哪个？你。对不对？这样可以吗？啊。这是个啥？然后下面是不是有个点啊？对，有个点儿，还有一个这个。姐的摆，那个一撇一捺，好，快点。那这点儿，那个黄子韬快睡着了，猜得出来吧？宋韵，不是张一山，你要把腿伸出去啊！看一眼，我们看一眼导演做的这个字啊，摆的也是三个人摆的，看看能不能猜出来。来，哇，成功啊！娘，不用那么对了。第一轮游戏后，蓝队一共拼出了四个字，红队能否打破他们的记录呢？我们拭目以待吧。好，来，计时开始。OK， 好，来，那个，你先躺下。好，一横啊，一横。哎呀妈呀！啊，互动的互。没完呢。哎，没摆完。你上干干牙。不是干什么干，就是干。不对，金宝，你反过来，你把腿长不是牙不是屁。
整个腿，腿反过来，把腿架在上面。平安的平。对对对，好好来来，把手打开，把手打开。baby 手在往上一点，还有脑袋，手在看掉了，手在往上，要冲出去，对，往上了。横向了，横向了。玉金宝，你把腿弯一点，不是，把腿弯一点，你把那横啊往上一点，对，这样他能看得更清。哎，让他倒过来。我觉得应该金宝做 baby 那个。对对对，他应该头冲上。金宝应该做 baby 那个。哦，好，来，金宝，你跟 baby 换个位置，因为你手长。对，因为手长。来，动作快，来来。哦，这够用。伸出来的是吧？什么车？啊，什么字？什么字？车。好，下一个，下一个，来，那个景宝坐上面这个，来来，这个过来，对，啊，什么啊，是横是吧？伸直，伸直，这手伸直，好，来，你坐下来，抱个圈，自己抱个圈，好，把头，哎呀妈呀，扑，那个 baby 再往手往里面，对，啊，左边是一个口，对吧？口，对，左边是一个口，然后右边是一个什么？背啊，对，什么字？背，口加背是背，不是口加背，他说的是呸呸呸啊，呸呸呸呸，不认识字还行，背好，快点下一题，口加背，哦，这个容易，哎，我们这边题相对容易。一二，哎，你最下边那个，对，好，非常好，baby 你可以，我的妈，baby 你可以坐起来，你可以用一个纵身的，哎呦我的腰啊，纵身的那个视线，对，餐，好漂亮，餐，不是，你金宝你这个你这个褶，你往那边，对，哎，好，这边上身直一点，对，上身平一点。怎么腰不行了？过来，哎，这样好，对，你自己看，来。啊，你的腿不对，手要收起来，手收起来，腿就往那边走。对。啊。手收起来。我知道。什么？知道了。生气的气。对，好，下一题。哪个 ？OK， 好，漂亮。好，圈儿。我去哪儿啊？你到这边来 ，baby， 来，你俩配合做那个，来，你俩配合做一个，配合做一个。好，他是那个，旁边一个角丝儿。对，角丝儿，那是啥？一个角丝儿，那边一个，钩。换。对。对。幻影的换。好，这个哦。来，对，保住，对，保住上面那个，好。好 ，OK， 漂亮。好，上面一个大，大，夯，还没完呢，还没完呢 ，baby 还没弄完呢，漂亮 ，baby 做得好，棒。不是，你们少一个，少一横，对，好，对，参加的参，参加餐上面是大呀。参加餐不是参加餐上面不是大吗？上面是大，你不是说上面是大，上面是大，对呀，大，然后下面是他们两个是一个遇到一起了是吧？遇到一起，对，这不怪你，这是他们俩的问题，就遇到一起，你这多了一个宝贝，他多了一条腿，你就不需要那么多了，对，好，可以了，可以啊，好，这是啥？上面一个大，然后那个两个横，对，两横，对，哦，我的天哪，这是什么？一个大两横，餐。是下面是个大，你别着急，你别着急，啊，夸，对，夸，对，夸，对，漂亮，哦，这个容易。何老师，你每个都说容易。那个，对。哎呦我的天！哎，你要飞呀、啊！你要起飞啊，对，这条这个起飞，你要去参加奥运会啊，我要飞得更高，飞得更高，这是什么？哎，好棒哦，啊，这是一个走针儿，对，走针儿，那边是个啥？那个不过了，对吧？过，对，不辣，什么走针加一个辣，啊，走针加一个不是过吗？啊，
不是过。快快快了，快啊，马上就要接近了。我也要摆出点曲线。对对 对, 对。没有这个啊，没有这个啊，走神我知道了，没有这个，离你们家还更近。对，这样的，哎，好，看到没有？一个走神，然后一个，这是一个横，横，这里还有个勾呢，看到没有？横竖勾。对呀、啊，横竖勾。不是横竖勾。换。啊。啊。那个念什么呀？那个念啥呢？你想想看，这边一个走针儿。对，走针儿我知道，我一眼就认出来了。是吧？你哪人呢？我是沈阳的。沈阳的。沈阳。然后沈阳是哪的呀？沈阳是东北的。比东北往那个小一点说，然后比沈阳大一点，那个叫吉林呢、啊。东北三省有哪三省啊？有您属于哪儿的？有黑龙江，有吉林，还有辽宁啊！聊，好嘞。这哪是拼字儿啊？这没法聊了，这哪是拼字？我们是什么的传人呢？我们龙的传人。好了，下一题。啊，可以这样啊？有一个乒乓球选手啊！好，这个，最后10秒，我们来摆这个，可以。宝，你放直了，你在干啥呀？金宝，你一直坚持这个叉子的动作有好几次了。你一直在，你在中间摆一个边旁干什么？应该是这样的吧？你为什么要在中间摆？坐好就行啊，坐好。把这个孩子傻了啊！坐好，对，把腿交叉，两个腿交叉，两个腿哎交叉，哎交叉，哎好，对对，就这样。来，你来，你来这一束，来，对。他坚持要在中间摆。你们到最后真的，对，好，往这边来点，来。是左中右结构的吗？好，可以，不是。啊，明显吗？这还不明显？这是什么呀？啊，抠，什么？哪个字？抠，抠门的抠。不是抠，这是啥？这口。不是口。非常好，哎 ，baby， 非常好。这个是啥？这个是啥？这个是个叉，啊右对，那这个是啥呢？然后这边是什么？这边是右，这边是一个，这边是一个右，这边是一个竖，对，中间是一竖，对吧？中间是一个竖，对。然后那边是一个右，这边是一个抠，对，抠，不是哪个字是抠啊？抠。一个不是一个竖一个勾嘛，是吧？对，一个竖一个勾啊，对啊。它不是这样的，它是这样的，看到没有？它扭了好几圈呢。啊，对对对啊，对啊。Baby 有胸啊，你没看到那波折桌子就多了一块，看到没有？鼓出来那哈。啊。一个右一竖，然后一个这样。羊。啊。羊。啥？你再给我说。好好说。说一遍。上面一个，这边一个右一竖，然后这边有胸。等会儿，看。等会儿，别着急，我走一下啊，走一下啊，走一下，走起来，你走一遍，走一遍。这边是个右啊，这边右啊，我们都不改了，都不动了啊，不动了。这边是个右，这边一竖，紧接着唰一个竖就下来了。然后呢？然后这边一个耳朵，对，耳朵对，那就是口。口。等会儿，我们是不是有一些知识盲点啊？口啊。你不是有些知识盲点，你全是知识盲点。坐，我坐在一个什么上面？凳子上面。那字念什么呢？抠抠。这个字跟抠有什么关系？好的，谢谢大家。凳，我知道了，凳。辛苦了。